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赵守勋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2014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七轮的一场精彩对局，是由中信北京队的陈耀烨对阵大连上方恒业队的柯洁。赵老师，你好。陈楠你好，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够在中央电视台跟大家见面。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盘棋呢，也是近期可以说是最火爆的一位选手哈，状态最好的一位选手，是。柯洁他的一盘对局，大家可能对柯洁并不太熟悉，因为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年年轻的一轻，个新星，97年出生啊，九的，七年出生，是。对，今年也才16岁，嗯。但是他可是不得了，在年初的时候，我印象中他是就是跟我们那个陈耀烨啊，进行天了元总决千元赛，在挑战，对，已经拿了国内的挑战权了，就是。是还不说，然后我们的围甲它更是不得了啊！围前甲我六们轮是是六战全胜，也是唯一一位保持全胜的棋手。保持先生棋手，嗯，对，而且他的这个神话还在延续哦。是，好，我们就一起看棋吧，边摆边跟大家来聊。柯洁的黑棋。其实说起来，赵老师，我觉得也挺奇怪的，因为大连队啊，它是可以算是一支新豪门。有朴廷桓，韩国等级分排名第一的棋手，还有世界冠军芈昱婷、庞伟星，但是这场比赛把这个柯洁放到了主将的位置。他厉害啊，就很简单，那三个世界冠军你们都顶不住啊，都输棋了，只是，有我们柯洁是不全败金胜，身。对，大连队现在是排名第一，是，而且是领先的，好像比较不明显少，啊，领先第二名很明显。那大连队我们刚才介绍了，其实这个朴廷桓啊，大家虽然他是韩国棋手，近期我们中国棋手成绩好，但是很多人都评价当今世界上就是真正实力最强的是朴廷朴桓廷桓啊，包括我们中国棋手也会这么评价，就是说他成绩是最稳定的，实力是也是发挥上是最稳定的。那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了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芈昱婷和庞伟星都是去年刚刚得，去年下半年得的世界冠军，应该说是最炙很手年可轻，热，非常年轻。这个队他们所有的主力阵容都是90后。是，包括朴廷桓。对，我感觉他们这个队是不是就是围甲中最年轻的队伍啊？是，这个回头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应该是朴廷桓应该是他们最年长的一个棋手，93年，93年，跟庞伟星他俩应该是一样大的，庞年伟纪星是一九样三，的。但是芈昱婷要96了，芈昱柯婷洁是九96，柯七，洁是97，对，对，但是现在这支队伍，是，最年长的都是是93年，朝着95后的小棋手去了，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他们的成绩是遥排遥名领第先，一，排名第对，一啊，说明现在的年轻棋手有多么厉害啊，对是。吧？这两个棋手的棋风呢，其实有相似之处。是吗？柯洁喜欢实地，柯洁也比较喜欢实地，陈耀烨就不说了，是钻这山个豹，著名的钻山豹。对对对，柯洁呢，我感觉他棋风比较灵活，对，比较鬼，也不是纯的实也地不流是说可以实保留地，对，的，在实地这个层面上，其实陈耀烨现在也不是纯实地流，他也非常的均衡。啊，达到这个高度的之后啊，是都很均衡。耀烨是在小的时候是比较偏实地的，是，对，就给大家以这种印象。但实际上他，成名之后实力越来越提高，都是很各方面都很强。那耀烨其实他有一个比较强的地方，就是他的敏锐度特别强，对棋星的敏锐度，对胜负的敏锐度，极高，这是他能够保持高胜率的重要原因之一，陈耀烨啊。应该是和十月两个人，我没记错的话，两个人交替在那个等级分，中国等级分的前两前两位，位，对，对，有很长时间了。对，敏感度强就说明他的这个反应非常快嘛，很敏锐。柯洁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柯洁但是好像我觉得青出于蓝，啊，他比耀烨还要鬼，更胜一筹这个是孩吗？子就是对，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机智，应该说是，脑子很灵活，转得非常快，这都是他这个能保持这么高胜率的一些原因吧。但是他也很大气，这孩子也很大气，所以说我非常看好。他是一位应该是在网棋上练出来的一个棋手，据说是在这个网站上一个月下100多盘，现在很棋手正年常。轻人都是网恋下传，好，那我们接着看，对，所以说这两个人对棋小风目，相似的时候，就是看谁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这个特点，然后抑制对方的这个特点。是，对，其实
就是比较两个人，我觉得路子差不多，嗯，啊，容易形成那个哥俩好，就俩人都满意的这个、嗯、这种局面，啊、嗯，互相限制吧，看看对，嗯，挂角，拖，嗯，啊，拖先，挂这个，嗯，这个布局非常复古，双方一上来下了四个小目，嗯，这个在当今的棋坛是很少见的，嗯，然后虎这个。虎的时候呢，白棋普通肯定是跳出来，对、嗯，正常是这样，拆回来，嗯嗯，这是最普通的一个局面，嗯，但实际上白棋脱先了，对，求变。其实这个脱先倒是挺少见，这个局面黑棋脱先挺常见，挺常见，嗯，但是人家走了一个白棋脱先，好像见的不太多。对，因为这个虎嘛，局部是一个软头，要脱先也还好，就是再一个就是它。脱先也看他脱在哪儿，这很重要。嗯，对他实际上挂这个，挂这个的意图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对黑棋的一种限制。我有了这个挂，你再飞过来的时候呢，就不厉害。嗯，这边的发展潜力已经受到我这颗棋子的限制了。嗯，对我，比如说我再拖，这时候你会发现这边虽然是你的，那就没问题，这个你可以交换到。嗯，但这底下其实你要想扩张的话，难度非常大，原因就是这个角已经被我先占住了。嗯。对，所以说呢，他这个脱先实际上、哦、这也不是很严厉，那我靠下来呢？就是间接的先靠下来，靠下来的话，他就弹这个，弹我挡住，打你一下，这个确实有点不舒服。完成，大同小异。嗯，咱让我跳一下。也是你控制了这条边，但实际上我一走、嗯、就发现你其实下面不是很好经营。嗯、对。这个就是一个曲线的战术，是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吧。嗯，我们刚才说这俩人都很灵活，是吧？对，从布局就开始体现、都很机灵，对、嗯。所以说呢，他不按常理出牌。嗯，走这个。黑棋、嗯，黑棋也没下来，没下来他就拖，在角上走，正常走。哎，又走了一个脱退。脱退。嗯，然后脱退完了之后，他又脱先，继续脱先。啊，陈耀烨这盘棋，先把角都挂了一遍。对。就是白棋的一种战略构思吧，打开局面、嗯、是吧？黑棋的下一手棋，对，就是非常独特的一招了。如果我也学白棋，我也小尖呢？你也小尖的话呢，嗯、他可能他也学黑棋，他也学黑棋、或者说他接住吧。嗯，那我得跳。这关系不大。接住拆一个，那拆挂一下，它便宜了，是不是、嗯？这两下是交换便宜了，因为黑棋把这个头刚翘起来，要。上右边发展的时候，白棋就可以接住拆过来、嗯。那他这边就不下棋，他觉得这条边价值小了。小了，因为你这个头是低位。嗯。这条边可以给你下来，无所谓。嗯。接下来将来白棋选的话，可能也是从这边过来。啊、嗯。就是把这个下边让给你。对，他就不交换这两个了，他觉得这边价值小了。对。嗯。这就是他这个聪明的地方。嗯。啊、大家看这个定式呢，虽然没完成。嗯。但是。他是要根据全局的这个局面的变化去选择，再选择，对对对。是这样，黑棋走了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对他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角啊，他要行棋。嗯。但同时呢，他要兼顾一下这个下边，他又不愿意被你接了拆过来，那怎么办？如果要是你直接断的话，那这个地方，比如说白棋就飞压过来，嗯、黑棋很难受，压压一排，然后再拆过来。嗯。你这个断的效率就变低了。嗯。对，但是我们刚才说你要尖也不好，所以他走了一个很中庸的一步棋。是，好像是在这儿。这个应该叫什么叫夹？这个搞不清，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它、嗯。是拆边呢还是夹击？不知道。说夹击好像有点太松吧。但是这个地方他只给你一个，就是说他大家仔细品味一下啊，这步棋，嗯，他给你留了一个拆二，嗯，对不对？那你可以拆，你可以拆。但是你是绝对不肯去拆的，是，嗯，看上去给你留了一点点的生存空间，一下被压缩了，对，这个就是软刀子啊，我看上去我很仁慈，是不是？嗯，啊，给你可以，你可以来做活、嗯，但是实际上呢，你要来做活，你是非常屈辱的。这个一个水平线上的肯定不肯。对对对对，他这条棋，只能说这个思路非常的有意思。嗯，白棋呢还是飞压这个？嗯，还是飞上面，爬。嗯。然后黑棋挖，嗯，展翅，展翅，接住，嗯，嗯，这个时候是不是普通要补一手？正常的话是虎一个，虎，刚才拐过，啊，
就比较普通吧。嗯，那这样的话，这边的价值其实就变低了。对，因为黑棋这个是已经是捞取了一定的实地啊，但是同时他把自己的棋子下在低位，嗯，所以说他向外面潜力、向外面扩张的这种潜力就降低了。嗯，那这样的话，白棋再拆过来，我觉得普通的话，白棋这个结构还是蛮好的，这两边都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构，嗯，还可以。啊，可以，可以满意。实战呢？追求，对他很有追求，他下了一个这个很飘逸的一步棋，走了一个这个飞。飞这个。这个飞呢，其实意思跟虎差不多，就是也是希望你拐一个，然后他再拆。啊，就是他觉得这个比这个好吗？比这个好，他觉得这个好，嗯，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轮白棋选的话，这边都是残子啊。啊。他肯定是离得远点好，嗯，对，轻一点好。是。所以说这是白棋的一个思路吧，这也是很自信的一手，就是走在这儿。嗯，很飘逸，很自信。可是这明显有一个断。对，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他的问题，就是，嗯，他有毛病，这张棋啊有缺陷。是。嗯。嗯，如果黑棋拐，他当然便宜了。我们刚才说了，但是黑棋这个时候一定要断。这个棋是怎么讲呢？不能退让。对，这个是最重要的，是在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断掉。啊，嗯。如果你缓了一步之后，这个子就清了。如果你脱先的话也不行，脱先人家挡下来太厉害了。是，所以说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断这个，这个就是围棋比较精髓的地方，就叫时机。是，对，要掌握好这个时机。嗯，有的时候是进也不行，退也不行，那只有赶在这个时候，嗯，你做一个决断。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能不能也在第一时间先引个征，然后我再飞？你问的太好了，因为您这地方现在明显我征子不利啊。啊。说的对，这个棋我也觉得这个棋白棋要叶实际上是欠妥，我觉得他这个下法有一点想当然了，他可能没有，我觉得甚至有一种可能性，他没看到别人可以断他，啊，他觉得这个下面是我的棋子嘛，这征子肯定是我有利，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真的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对，所以说呢，他人家断的时候，他可能才会意识到这个飞的问题哈。嗯，这也是这可以说是九段的盲点吧，这是世界冠军的盲点，就是最简单的征子他没有看，啊，这游戏有点想当然了，嗯。如果能先点一下的话，当然是好的，先引个征再飞，就没有问题了。点得到吗？现在问题现在点能点到，能点到。现在点能点到，因为现在如果轮黑棋下的话，这边你也只是断一个而已。嗯。断完了我还可以从这边吃出来。就黑棋这边断完还是差一手的，嗯，所以说这个地方不利，不厉害，不严厉，那白棋这个时候可以点到，嗯，但实战这就不对了，实战这个发现晚了，这个时候才发现，嗯，哎，断，没想到立马就被断了，对，嗯，这个时候再来点，你这个人家谁理你，这个，这上面一吃，哟，这上面损失确实有点惨重，一二三四五，这五颗棋子，嗯，没有一个摆在棋盘上，形状太奇怪了，都不是地儿。嗯，哪颗棋子你都可以把它扔了，是吧？这个是干什么呢？对不对？都可以拿掉。嗯，这个在干什么呢？这五颗棋子，每颗棋子都不是地儿。嗯，有点怪。对，太奇怪了。大家想想，这就说明它的效率是严重的出问题了。嗯，黑棋的每颗棋子都非常好，白棋的这五个棋子都不是地儿。嗯，这个局部虽然说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打五哈，多两颗棋子，但是我这个两个比你多的。效率高太多了，厉害多了，厉害多了，嗯，所以说这个棋白棋，那白棋的收获呢，它就是能从这边断过来，断过来其实我就是打一下有点俗，对，这本身就是个定式，你本身单断我退一个，这本身差不多，我这边也可以断你，对不对？嗯，这个断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打了一下，这打一下可能看上去是俗手，嗯，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单长的话我也有可能拐，嗯。这个，所以这盘问题不太严重，不像这边一下被黑棋暴吃成这样。对，嗯，这边呢是一个定式，嗯，可能稍微亏一点点的定式。是，这边呢是一个就是不太成比例，对，嗯，完全不像样子。嗯，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回合呀，我觉得耀叶同志要最后要反省一下的话，他可能是太随手了。嗯，我们看柯洁啊。才仅仅四段是吧？嗯，但是这个四段可不得了，啊，你这对面是大名鼎鼎的世界冠军九段哈，嗯，我们现在排名等级分是当前是第二位，对，好像印象中啊，嗯，但是你要想赢他也不容易，啊，而且柯洁下的非常好，
你看我们刚才说他们两个的这个特点就是机智，对吧？嗯、他就是在你这一瞬间露出破绽的一瞬间，立马抓住机会，他就给你断掉了。对，嗯，这个时候虽然你也很机智，但你这是无奈的机智，是没办法。嗯嗯，这还是有差距的。让他加加。黑棋也是不跟他客气，一路贴，这一路贴。黑棋这个下法就很简单，一直接过来，就拆过来、嗯，拆过来之后呢，你就发现你这个棋子其实也位置不好。嗯，我这虽然是俗手，但是，这就是各有所得。那、嗯、这个转换叫各有所得。嗯，所以我们还是想说到这个局部，这就是白棋，就是里外不是，人家这边是各有所得。嗯，啊，所以这就是差距吧，应该说是。嗯，那白棋打入。对，白棋咽不下这口气啊。嗯，跳一跳，这非常简单，他不跟你这个局部什么改住啊，搞来搞去的。嗯。啊，他就特别简单，你要打入我就给你了。嗯。跳起来。跳起来啊、嗯！然后，但是他抢到了一个下面的大场。对，这这边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了，感觉这边让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对。嗯。对。所以说非常清楚，这个黑棋下的非常简明。嗯。嗯。下面我付出的代价不就是让你这儿输了一排棋子，你拆过来之后就可以围控吗？对不对？但是我抢到了，但是我抢到了，对吧？对，你这一排我又不损了，变成嗯嗯，白棋呢？他作为白棋来讲，他还很为难啊。他这个地方他觉得这个不打入，心里也过不去自己这一关，是啊、走了半天让人家那个在围上，嗯，是吧？所以说这个就还是之前的问题。嗯，白棋再拆二，对，上下一人一个，啊、他继续拆。你看黑棋这走过来之后，他这完全不亏，接下来他还在这尖，在这烦你，嗯，还惦记尖出来，对，还骚扰你。虽然白棋头长在前面了，但是底下被人拆了。对，嗯、这一尖将来你看白棋得怎么办呀？你要是想联络的话，你还只有再吃回来，是吧、嗯？你靠我还可以往下冲，是，不舒服。只有吃回来，这个一挡，你还提不提？只有提啊，然后人家再一立，一挡再一搬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目棋最后围了半天，是，对吧？这个失败，这个布局大大的失败，是，亏损有点严重，有点严重，嗯。接下来呢，白棋在这儿是骚扰了两下，嗯，搬这个，嗯，他就接上，嗯，来长一个黑棋贴。对，嗯，他这个是要贴一气吗？感觉这以后要被夹一下。对，这个如果不贴紧的话呢，那这将来人家尖可能是先手，就跳下来。跟这个气有关系。有关系啊、嗯，所以可能局部来说，气个也是杀不过吧。但是，未来总是味道很不好，嗯，包括劫财也会很多，所以说就贴紧比较好。嗯、但是这个以后被夹一下，是不是就只能粘上？就粘上，嗯，嗯，夹一下这个是。潜力就没办法啊、嗯，对，这是你的，嗯、对。总之，这个局部来说，黑棋还是吃了十几目棋的，对吧？嗯，那跟比白棋这个处境要好多了。是，嗯，我们这样想就好了。那这地方还能拖过？还能拖过。其实白棋不实惠，嗯、就白棋走了半天，现在如果说这个角就点十目棋的话，嗯，这个地方欠一个拖过没啥目，这白棋其实没什么目，这盘棋走的，嗯。那他肯定要经营上面了，嗯。对。然后黑棋呢？削，在这削。其实这步棋到底好不好也挺难说的，它不一定比直接围住好。回拆，因为这个子其实你已经可以把它从你的视线里面把它消除了。嗯。这个子基本没什么用了，你就粘在人家的后市上了。是。嗯，它虽然走在这儿，黑棋去掉这个。嗯。这个点的位置选的也是非常的 nice 的一步棋。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对形势判断比较乐观，非常乐观，因为他就直接往这是几线六线掉。这个棋我如果就进去的话，你不可能吃得掉的。对啊，所以说他们两个的这种，他就是在这一带削一削，他觉得够了。对，证明他还是对形势，这就是对局面的一种判断吧。嗯，比较自信的。掉这个，掉在这儿呢，这张棋是可以说是零风险的一手。大家看啊，这为什么说他选点好？嗯，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下哈。你要是想吃我，或者说想对我进行猛烈的进攻，无非你就只有一招棋，镇住头，对吧？你只有镇住头。嗯，镇住头，且不说我往下去，我肯定是不怕你的，我肯定会往下
往下，比如说往下飞，那是空全洗了，对，全洗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我最差，我最怂的，我可以从这儿走，啊，就从这儿钻，从这儿钻，你一贴，我就从这儿一顶，嗯，就安全连回了。是，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局部来说，我掉在这儿，白棋，你已经没有办法去进攻了，拿不住啊，这个选点非常的好，嗯。所以说这个柯洁啊，他你看他这个局部下的有多鬼啊、嗯！这个地方让你这围也不是，你看是让他围围的话，那你这招棋交换白棋便宜吗？对不对？我这一个是在削你，你这招棋是在干什么？对，就很奇怪，最终还是回到边上去，还是回到边上。所以说他这招棋啊，你看上去他挺温柔的，其实他挺坏的。是啊，他走了之后让你难受。嗯，哎，你这个围就是自己扇自己一耳光，我还不如刚才直接围呢。嗯，那这是多难受。他不围，你又吃不了，你拿不住他，嗯，多鬼这个孩子。是，再继续接。嗯，那这还得跟着围啊。那还得围，不能让你下去，嗯。这也坏了。这地方还得对，还得走。你不走，被人家靠住，这谁攻谁啊？这被我靠出来的话，对，这几个子又单薄了。对，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只有补，但是你补呢，你会发现这个子你又没吃掉。那还有拖过。这就是最痛苦的，对，还有拖过。欠一手棋。黑棋这个时候呢，我也不往下去了，嗯、我直接往上尖，很安全、嗯，很安全。你这个毛病又暴露出来了，嗯、我要冲断你。是，那这个白棋攻不动啊，感觉太难了，这个白棋太难了。现在、嗯、就是这个局面，白棋药业啊，看上去到处在寻求战场，在拼搏。从这点了断开始，就逼住你，然后打入，嗯，是吧？然后这跳起来。每一个局部好像是都在想办法去使劲儿，在用力啊、嗯。但是柯洁呢，就跟他正好相反。柯洁是到处都是轻轻的，嗯，闪得很出色，闪得很快。一个这个地方你打入给你了，给你完之后我抢大场，嗯，对吧？然后你这样看上去跳起来很凶猛，对，人一削还是得回，人一削，对你一点办法没有，你就是自己扇脸的一种行为。这个难受，多难受，嗯，很难受，嗯。下得很好，那也得想办法呀。对，这个时候是不是处理这边？对，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嗯，现在其实局面比较空旷了哈。对，可以选的点也很多，嗯、但是这个地方白棋自己是有毛病的，明显有个冲断。对，但是他这个自己连肯定是不肯的。嗯，所以说，在时控比较落后。全局看上去呢也不厚，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棋有点薄，棋有点薄，这边都是黑棋潜力大，嗯、白棋应该怎么去扭转这个局势？嗯，或者说是制造头绪，那么就看药业的表现了。是啊，大家也可以帮药业想想办法哈、嗯。好、嗯，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好。好的，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这盘棋的局面呀、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中盘阶段哈。嗯、前面呢，药业是有一些落后，嗯，现在是实地比较落后，棋也是相对比较薄啊、嗯。这个叫棋又薄，空又少，那怎么办？就得看他的表演了。开始搅了。对，嗯，该搅还得搅啊。靠上来。嗯。啊，这步棋的意思。我觉得他是不是还惦记着中间？这步棋的意思呢，就是让你很难揣摩他的意思，嗯、这是他比较有味道。对，最重要的一层意思。嗯嗯，就是说这个地方有打出来的味道吗？嗯，这个地方呢，就黑棋这块棋也没有完全好。嗯，然后这个时候我如果要是不走的话，你这冲断我还挺讨厌的。这一冲断，毕竟黑棋全脸厚了，嗯，还带着木。所以说，他就趁这个时候，他先来考验你一下，看看你怎么下，就还是试应手吧。嗯，分应手。其实那这地方也挺大的，如果我要处理他的话，可能我就飞一个之类的。这正常的话是走走这种。如果局面还可以的话。对，你现在不够了，关键是走这个。什么慢慢悠悠走。人家搬一搬，爬一爬，就是给你收一收，空不够了。嗯。嗯。所以说呢，他这就是得希望下的。嗯，找点头绪。嗯。面对这样的棋的时候啊。对。对我们很多可能棋友们就比较头疼了，比较困惑啊，对，怎么办？尤其看不懂啊，尤其是对高手的时候哈、啊，嗯，人下一个这个，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大多数人就开始抱头苦算、嗯、啊，苦算，搬行不行？嗯，人家一连搬，吃一算，算来算去呢，其实有可能行，这不是说不能下哈、啊，嗯，但是这个一定是局面一定会引向复杂，是、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脱先吗？对，太机智了。最好的下法就是根本理都不理你，不理他啊。因为这个地方大家想开了一点哈，这个地方黑棋已经厚的不能再厚了，就是用聂老话说就是皇帝他妈，对吧？太厚了。所以说这个局部白棋是根本不能把黑棋怎么样的。是。你下的再好，你连下一二三，连下五手，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哦，有可能白棋，比如说再下一个黑棋还不理吗？就不理也没什么关系，也有可能啊。你就再下嘛，反正你这个子还欠着呢，我这脚上是非常厚的，对不对？吃来吃去，你也就边上这点东西，也不大。所以说他想看透了这一点的话，哈，是就非常简单了，这个问题就简单了啊。不理了，我就这个局部没有办，没有什么好纠缠的，不跟你纠缠。我不纠缠你，反而没棋下了。是。实在呢，他一看来看去，就是得搬一个，还是得搬。搬黑棋就堵住了啊，就没关系。白棋呢，气势汹汹啊，是先加了一个。先加一个。他还是回到这地方。对，黑棋就钻。黑棋就是像连五子一样。对，黑棋下的是五子。再虎一个啊！啊，赢了。其实他走完这个连完五子之后，感觉这个也安定了。这个白棋怎么攻啊？这个时候柯洁肯定是在哈哈笑。然后他下着这个自己肯定也很得意啊。棋下的挺幽默的。对，下出一个很搞笑的棋形。可能不懂围棋的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是在下五子棋，五子连珠。这个白棋，但是他这个也确实是下的有道理啊，因为我的每一招棋，我看堂堂正正的、实实惠惠的，都是下在这个有价值的地方。你的这几招棋虽然飘逸，虽然漂亮，但你在干什么？我始终是搞不清楚。很有可能落空。对，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接下来呢，白的还是继续寻找头绪，打入。打入在四线。对，这个应该说是全局现在最大的地方，也是唯一能跟黑棋再搅一搅争胜的地方。但黑棋还是贯彻他的意图哈。继续脱线。贯彻的非常彻底。理都不理你。其实可能就是因为这位置跑到四线上，也没什么。如果是再紧一点，他可能会跟着走。紧一点，他就跳出来了。就你这个位置，如果现在低位的话，其实白棋也重。这是他的一个缺陷，一跳，我就跳，跳来跳去，我一会儿这个就成现实了，我马上就接你。是。这个问题非常讨厌。就让你往回连呢。你往回，这真的是惨不忍睹，不能忍。痛苦。你走完之后，我这力，我目数比你都大，是吧？你怎么看啊？你是刚才最早的时候为了引征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是不是？这五个子儿都牺牲了，都不是棋，全牺牲了。这是不是走来走去，我这边上的目数比你都大。这太痛苦，不能忍受，不能忍受。所以说他打高位就是想这个出头快一点。但这个黑棋就不理了，可以。黑棋不理了。你就尝这个。对，你再尖，人家再飞。人家再飞，就是上面下面，上面出头和下面做活是必得其一的。就会你会发现这个有才华的棋手啊。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哈，就是他们下的棋，你就看他的思路，你会觉得围棋好简单啊。围棋原来这么简单啊，是吧？但是跟我下的时候，我就总是觉得这个很困难，就该往哪儿下呀？这个棋找不着方向啊，是不是？我下一手该去哪儿啊？我真不知道。对。但是你看这柯洁一下，你会发现，靠一个，本来要是我可能抱头苦思，这局部该怎么办？使劲的算，使劲的算。其实人家告诉你，这个局部根本不用算，对，不理。其实很多我觉得天才或者是各行各业的领域哈，聪明的人，他们都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他会变通。他换一种思考方式，换一个角度，换一种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变得突然把一个很难的问题，很难解决的问题，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就能闪过去了。对，其实你根本不用解决这个问题。你只需要跳过它，换一种思路去解决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是。我们看这盘棋，柯洁给我们展示了两次，对不对？这已经最起码这是第二次。第一个就是靠这个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难题，怎么解决？不是很好解决。柯洁给我们答案就是灵活，不用理你嘛，对不对？这个地方我想通了，这个地方根本不大。那第二个时候呢，就是打入高打入的时候也很烦，你要跳的话，人家就可能尖你一下，什么挺难受的。
对，他不跟你纠缠。但他们发现呢，这个地方即使轮你下，我也是出头和小飞和这个坐火见和必得其一，那我根本就不用理你。这个问题再次脱先，他就不是问题了。对不对？大家想想，他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变成了不是问题，他不回答你这个问题。是啊，你给我出脑筋急转弯，我不回答你。是柱状树上还是树状柱上？这个问题其实不重要，对吧？而且就是白棋下半天吧，他也不知道以后能得到什么，但是黑棋确实实实在在的，他捞在空上了。对啊，我们刚才讲白棋这招棋，就是他的最大的用意，就是他让你搞不清楚他的用意，他你不知道他什么用意。对啊，当然了，我这个说。就是属于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说起来比较轻松，实际上人家还是有这个思想的哈。但是我们就说，那既然我们水平差，我们看不懂嘛，我就只用这种方法说。柯洁呢也是这么想的，我估计哈，我既然水平差，我看不懂，你是老师，那我就怎么办？我就不回答你这问题了。老师的问题太难了，看你能出什么招。对，那就等你来教我吧。好思路啊，我们大家都可以学习借鉴。确实值得学习。接下来药业就生气了，急了，来点。点这步点呢，就是人家也很好办，人家冲一个，人家冲。对。嗯。你要是再长，他是不是还冲？再长就不叫急，再长他是冲。这个你这点，除非你能把它吃了啊，除非你的想法、你的中心思想是把它吃掉。但这个你要吃它的话，他现在不是想吃它，吃不掉，关键是。吃不掉，吃不掉。就这个头，你想封他这个头，你都非常难。看着这个地方白棋是，好像虚花花的，我可以照进去了。它很薄。很薄很薄，这个根本不行。关键它也断不进去，它就被扳死了。啊，冲这个，这断不进去，这直接走。我刚才说的是退了全整体吃。整体吃的话难度太大。这个是，在职业棋手是不能考虑的哈。虽然你看不见他的眼，但是你下下就知道了。这个、我也不用教大家。对，杀棋还是很难的，杀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他的目的就是搬这个。那他是围控，他点一下。对，搬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又出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这个棋能不能虎下来？啊，虎下来。如果能虎下来的话，这个棋可能就快结束了。是啊，那白棋的控在哪儿呢？对，而且你一瞧，我这冲又穿的稀里哗啦。对。啊。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这个问题首先有一个是你这几个子有可能无疾而终的问题，是，这是本身是个转换。第二个，你上面能活成什么样子也是一个问题。也是未知数。也是未知数，等于说这个如果这么下的话呢，局面又复杂了。感觉黑棋也没什么必要这么下吧，它不是形势还可以。给了。对。他的态度就是，老师厉害，老师的题太难，我们答不出来，我们也不回答。我不跟你硬来，但是他白棋其实他把上面围住，但是这个被黑棋抢了。对，但是他又想通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很大。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跟这个价值是一样的。差不多。对，等价的一步棋。嗯。那所以说我就给你了。嗯。我只需要走到一个跟你一样的价值一样大的棋就可以了。是。所以我这盘棋啊，我以前其实说实话，我对柯洁是有一定的关注的。柯洁本身也是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之一哈，也是在我们那个网络上也是经常来跟大家互动去交流去讲棋的。对他有一定关注，但是我说实话，我对他的这个棋上的了解没有那么深。但是通过这盘棋，我真是觉得这个孩子是才能非常的好。就是他能够解决他的思考方式哈。我们说一个棋手，其实他棋才好，就是有几个层面，有几个维度上的去观察。第一个就是看他对这个棋子本身的这种灵敏的程度，就是他比如说计算的速度啊，对吧，他这个判断的能力啊等等，这都是棋技术上的基本功。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个维度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思考的方式感觉。对，也不能说是感觉，就是不完全是感觉哈。感觉是一方面，棋感好吗？就是他的这个思维方式，他是怎么想的，而不是说看他怎么下的。对，这个招法有可能大家都能下出来，但是不是说，但是这个思路来说呢，是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的。是，我们这盘棋看出来他这个解决的这几个问题的这种方式哈，我们就能感受到他是一个思维非常跳跃式的一个选手。是思维非常的独特，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简单啊，你就会发现，你看他这个招你就能明白，他非常简单。他是解决了一些就是我们可能观察不到的死角，但是说由他这么下出来之后，我们就能感觉到，就看起来挺轻松的好办法。对对对，这就是天才，其实
就是我们别人想不到的，他是奇才很出众的一位选手，奇才非常好，非常好，嗯，将来一定是成大器，非常看好。嗯，这盘棋至少下到这儿，目前为止耀烨是没有任何脾气的。嗯，啊，没有，你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前面一点点失误之后，这个局面就一直被黑棋控制住了，没喘过气来感觉。对，然后他一尖，黑棋就把这一飞。一个，嗯。黑棋这个现在下的就是，这个局面下的就是越来越简明了，嗯，都是铁，黑棋的每一块棋基本都是铁活，而且空多，空多啊，嗯，我又棋又厚，怎么办？太跳，对，是还是得施加一些压力啊，对黑棋，对黑棋一尖，白棋一进，嗯，黑棋搬，嗯，这是一种定型的手段，白棋长，白长，嗯。黑棋去点这个，嗯，这都是逼着白棋去表态，因为黑棋现在这块棋虽然说死不了，嗯，但是呢，他要是被白棋搜刮的话，他很难受，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趁你来刮我之前，我先考验考验你，嗯，看看你什么态度，嗯，白挡住，对，黑棋这儿明显有个断，他是不是要往回连？他实战是来骚扰了一下。你看他是飞了这个，嗯，这个棋黑棋还是非常安全，他的最笨的下法是次先手就活了，嗯，保证这个是先手，对，那这个其实还是呼应这边的，呼应这边，但同时呢，他要瞄着从这种地方贴出来，嗯，他或者是直接点这个，这样白棋这个地方是有断点的，还瞄着白棋的弱点，对，所以说他是建立在自己自身，立于不败的前提之下，嗯。他是在一点一点的蚕食白棋，是，对，白棋靠，哦，这个，嗯，这地方，白棋挡住，那这个走不动了，看上去，啊，他就也不需要再走了，他把这个就粘回来了，因为是不是他这个地方一旦变成后手，那被断了，他就哎，危险了，了，是是是，嗯。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交换两下之后，嗯，其实让你中府你自己围也围不出什么东西了，啊。把你先手压缩，可以这么看。嗯，黑棋连回去。白棋这个时候终于是忍不住了，不能再忍了。嗯，发力了，这靠一个。这个失控明显是不够了。不够了，但是还得找地方施展手段。嗯，这靠呢，就是黑棋实在搬这个。嗯。这个选择应该说是计算吧，这个局部的计算也是很精准的。嗯。白棋在二路连搬。这个时候呢，黑棋把这个上面粘上，嗯，这个下的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精准，这个局部下的，嗯，接下来白棋如果顶这个，那我就挡住，那就挡住，对，嗯，要搬，连搬，啊，连搬，接下来你就打吃，粘上，嗯，白棋做这个。就是不管你走哪个吧，嗯，然后黑棋可以先点一个，哦，点这个，这个我，这个你就比较难受，我这个非常难受，不太会了，嗯，这顶不顶这没关系啊，顶我也挡住，你也得粘上，嗯，啊，嗯，就是你如果粘上它一顶，粘上的话呢，就是本身就是很痛苦的一个棋形，嗯。对，粘上我就算回来吧，嗯，弯回来，就是弯回来吧。嗯，你这个地方还是要补的。嗯，你要补一个，然后我再把这捡回来。这个白棋这一圈下完之后啊，这个收获，局部有一点点收获，嗯，时控上有一点收获，但是是不够的。嗯，如果你不粘这个，这个时候白棋如果接这个的话呢，嗯，那我就顶这个，这样我下手要吃你。那你说粘上，我再走这个。这白棋目数就太小了，嗯，我看吃来吃去就吃了一点点，成控了。黑棋也围上了。嗯，你如果吃这个呢？我也是顶一个。嗯，那你这个地方将来我一拐吃之后，这个子还能连回来。是。所以说白棋这个补，我们都不太舒服，补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难过。嗯，我黑棋有一点，可以点。如果顶的话，他就做眼了。这个是。嗯，不能顶这点是好，对，这一点是好棋。嗯，所以说这个棋白棋要是在这个局部如果跟着顶的话，嗯，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这个，加速死亡的一种下法。对，那先顶这，你顶就定型了，一定型了，这棋就先走这也一样的，没机会了。这也一样。一样，先走这没区别。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实际上就走了一个这个从这儿抗下来，嗯，换了一个方向，换了方向，但是这个感觉收获也不太大，而且这个还被黑棋飞倒了。局部来说肯定是不便宜的这棋，嗯，肯定是亏了，嗯，但是他应该也是痛苦的一种这个抉择吧，就是他没办法，这时候他，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然后选择的这个变化，嗯，啊，不行，这个没办法，走，没有别的下法。那如果这么看的话，他当初这一靠。是渴望黑棋走什么呢？翻下。我觉得可能有点误算，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变化，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先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顶就也挡住。挡住。嗯。如果先顶断的话，但是先顶断的这个变化就不一样了。先顶断。不是还是得顶。你还是顶。我挡住。嗯。白。我连扳。嗯。对吧？这个时候变化就不一样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能打着一下。嗯、然后再接上的话，这个棋黑棋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嗯、杀棋。点我粘上，对，这个就杀气了。嗯。但是可惜的是，你如果先顶，你这地方撞气了，你先顶了断一下啊。嗯。这个地方撞气了，我就可以直接从这儿吃。嗯。如果我就走不着。粘上。粘上我就一粒。金鸡独立。嗯，没办法。对，你先粘也是一样的。先粘，我连扳时候你先粘，我也是点。嗯，就你这下打不到，换句话说就是这下打不着。哎，那我这杀不过是吧？啊，现在肯定杀不过，对，那粘我虎在上面了。对，嗯，所以说这个棋，我觉得他也许是有点误算哈，要不然的话这太简单了，就这么下可能也不太行。嗯，这盘棋感觉药业的状态没有柯洁好，没发挥，没发挥好啊。我觉得他可能是本来是这么想的，想在这个局部一发力是啊，突然爆发一下，嗯，但是这个。爆发可惜是不成立，非常简单就不成立。嗯，那这如果这么下的话，岂不是这个加速死亡吗？那我还以为他可能是希望黑棋扳一个，他断一个，这样就还比较不错。啊，是是是。是吧？我他如果扳这个，那扳底下被断反而麻烦了，这个反而麻烦。这个黑棋好像不太好赢。对。嗯。所以这个柯洁呢，你看他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的棋风比较灵动，这个特点。是吧？他灵动就说明什么呀？他在大局上掌控的非常好，嗯，对不对？可以这样去理解哈，他能够控制局面能力很强，但计算也很精准。对，但是这个局部我们发现他这个计算好像更牛，是不是？是，也，但是他也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嗯，就是你看上去靠这个头很大，他找到一条非常简单的路，是，你不行，你断我的话，你撞气，气筋被吃，嗯，不断我的话呢，你没意思，老点小木，对，这白棋发不出力。发不出力，干着急，嗯，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是，他实战靠在这边，嗯，对这个交换感觉，黑棋还捞了不少。对，这白棋又碰了一鼻子灰，嗯，挡住，亏了。黑棋先打这个，嗯，粘上，对，补一下，补过来，嗯，黑棋现在是越下越厚，嗯，还得补气。对，黑棋贴这个，嗯，啊，白棋这块棋也得处理了，现在。嗯，飞这个，飞这个，可以把这个连回来。对，这个时候黑棋呢也不攻你了。按说，这挺薄的，都非常的薄。你这个点先手，嗯，啊，这个扳先手就靠出来，你怎么这个局部是怎么应对的？对，这底下这个白棋是怎么回事？怎么非常薄，看不清楚。嗯，但是呢，这种棋就属于是，这个就是形势不好的时候可以下。这个形势好的时候，这就是鲁莽的行为。您没目，是，对吧？人家一旦活了，你可能反而是功亏了。嗯，所以说他现在形势好，他现在连这个都不下，直接就退回来，嗯，就收官了。踏踏实实收目。对，这个退呢，就是目数又大，棋又厚的一步。是，有很多官子的价值跟他差不太多，嗯，甚至比他要大一点。像这个飞啊，是不是要比他大一点？对，嗯。但这条棋就是非常厚，走了之后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是。白棋得补这边，啊，白棋这个跳，嗯，他肯定也是担心这块棋有点薄。对呀，啊，你不能总不给人家面子，对吧？我现在不收拾你，我真的要动手了，啊。对，你要一直不补的话，这也不像话。嗯，扳，扳一下，他就挡住。嗯，然后抢官子，飞，嗯，啊，这个飞也是，这个飞就是靠住，对。飞完了之后再飞这个，嗯，两边都抢一下。对，这
这就是这没关系，是一人一个的。嗯。嗯。那这个时候能点目吗？形势怎么样？形势可以再稍微摆几步啊，摆几步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判断一下，冲一下。嗯。这个棋啊，可能如果暂时点目的话，差距并不大，但是这个黑棋太好收了，对，黑棋太厚了。白棋是不是这交换了一个？对，大赤黑棋接住，然后挖这个。嗯，他先等一下，对，是挖的这个。挖这个哈。对。挖这个的时候，黑棋其实本来黑棋退一退，对，单退也就回来了。但他这个挖更好。嗯。打。挡住。挡住，对。打。下吃。嗯，踢掉。黑棋踢掉，这个局部白棋有一定的收获。但黑棋这个比单退的好处，他就把这个拉回来了。把这拉回来了，他简明了，最主要的是，这还是就是定型了。嗯，粘上。粘上，他这块棋活了，这将来永远不用收气。也不用收气了。对，非常稳，是下的。嗯，很清楚。非常的清楚。看白棋。白棋接下来是挡一下。嗯。挡了一下，黑棋脱线了。点这个了。嗯。粘上。粘上，点一下交换。这个就是，这步棋也是本身目数来说呢不是最大，但是它太厚了。挑厚的下。挑厚的下，这提完之后里面什么味道都没有。嗯。啊，而且将来只有我搜刮你的份儿，没有你搜刮我的可能。冲。嗯。拐下来，开始跳。对。白棋把这个搬，嗯，完了虎，我们接下来就很快就可以给大家点目了，搬收一下下，嗯，虎在这儿，这以后惦记还有一个搬，好，嗯，黑棋一长，嗯，这都是极其稳重的下法，嗯，粘上，是，嗯，白棋搬这个，对，这个我们这个也不挡了，就看一看，跳一个，嗯，嗯。犀利，嗯，一起长，嗯，粘上，嗯，这就是收官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哈，对，就比较局面比较沉闷，但是实际上呢，这地方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嗯，再乘一点目数，啊，冲断就还是稳，它这个其实突出的一个字就是稳，嗯，啊，把这都冲断之后，就是都连厚了，是。嗯，没什么变数了。对，下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了。嗯，看看怎么样。对，啊，白棋搬粘，是白棋的权利。先手都收掉。对，接下来其实局面上也没有什么大官子。嗯。嗯，我们来数一数吧。嗯。先来数白棋。好。白棋这个黑棋搬粘是先手。嗯。将来白棋这是十，十一，这个地方可能要补一个，就算先算它是空吧，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上面。对，这是三二三三三三十四目左右吧。嗯。啊，三十四目左右，下面呢是一二三四，五六。嗯。这地方可能有个两目棋，是最多有两目棋。嗯，那四十。对。四十。这边。这边是搬粘先手。搬粘先手。是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嗯，对，54，嗯，非常清楚的目数，五十四目哈。黑棋呢是一、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嗯，啊，三十这块呢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将来我打着的话是十六十七目，嗯，那我。这个打的可能性是不大啊，就是十五目是至少吧。嗯。啊，十五，那这块呢，将来白棋接黑棋收气。白棋这个本身是怎么收的？白棋这个接黑棋收气，嗯，对，十目。那十五加十二十五，二十五加三十，嗯，是五十五，还就这块。五十五，刚才白棋全局是五十四。对。这块全部贴目，对，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十六啊，这是盘面十五目朝上了。对，所以说这个黑棋，而且黑棋这种地方，像他冲啊什么的，他都有一些怪目。嗯。啊，但白棋掌目的潜力是几乎是没有的。是。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白棋已经是没有任何可能性可以翻盘了。是职业棋手之间是不是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差距很大，而且我们刚才点的像这种暗幕都没有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提一下所以说这个差距是再收一会儿差距就更大了。对，这个差距非常大，应该说是但是我们看这盘棋呢，再稍微总结一下啊，就是从头到尾啊没有形成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是没有那种激烈的搏杀没有激烈的搏杀药业也好，柯洁也好，应该说这两位还都是计算能力非常强、力量很大的棋手很机敏，力量也很大，但是他俩呢就是平平稳稳下了一盘这个功夫棋。功夫棋最主要的原因谁赢了谁下得好，对吧那我不跟你战的不战而屈人，那我肯定是赢棋的一方厉害，尤其是像这盘棋最后的结果，你看他赢这么多对吧，那药业作为这个大高手啊，世界冠军，他肯定没什么这形势了如中，他肯定是知道这个棋形是不好的，对，但是他还是连拼的机会都没有。大家想想这个柯洁下的有多么棒，是不是？所以说这盘棋我觉得真的是对柯洁刮目相看原来这个孩子啊，你看我原先这个基本的印象是年轻的孩子都是属于力量很大，靠计算的，官子好，都是这种这个印象。但这盘棋柯洁给我们展示出的是超强的控制能力，确实让人刮目相看，太厉害了这个控制能力真的是太棒了面对对方的挑衅哈，每一次他都给你一种就是让你想不到的一种答案，是，而且这个又是非常非常简明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这盘棋我个人觉得是柯洁下的太漂亮了，一盘完胜也不愧为围甲现在当前的一个胜率王哈，现在赢下这盘棋之后呢，他是取得了围甲的七连胜，而且成功复仇了天元赛的时候是1-2遭逆转对天元战的时候其实从内容上来看柯洁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在内容上柯洁是很有机会拿下这个天元的，可能经验啊运气上还差一些，对这盘棋完美复仇好的，那么咱们这盘精彩的比赛也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